你要是杨超红上学了。一块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只有我能够喝不加糖的。好傻，我要过来了。还没煮饭。啊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然后牛肉丸一点熟了。对。啊，你姐姐是想象自己啊。我带你们去吃那个什么，牛角尖。过来了，这里还有。你去摸过可以的。我找正他帮。你去蓝莓的、牛牛的还是红豆？我都可以吃。都可以。我一个了。红豆的味道。爷爷，你拿蘑菇。蘑菇还喝啥？我们都有钱。你不好吃哦。你不好吃哦。你请爷爷，我们都要请，要请满桌汤。你先把你的纸抽几个。啊？什么？今晚。等他开了。好嘞，那我没管你。你不要管了我的天嘞！管得到哪个？我没管哪个，我都管不到。你自己都管不到。高兴就行。有点难。这个是我看得清楚。嗯，我其实还可以啊，可能羊肉丝还可以。啊，没事没事。那你没事不可以的，你要真的吃了抗生素就不可以的。我没吃到，我吃了。来，全部进到框框里来。买那两个小的，买两个小的。他们在那边按自动的。我们按自动的照片 ，OK。新年快乐！没存在，我这是视频。视频了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干杯，爷爷。
汤圆妈妈，汤圆妈妈，汤圆姨夫走了啊！啊，不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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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